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，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198660，012001198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生命电视向您问好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好念定力气举止，我竟称赞那准提唯愿慈悲垂降。
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中华印经协会，划拨账号1965848219658482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4-788012-001-194-788，护持印证经书、佛书、经幡、结缘品。波罗蜜，波那波和那舍耶，达他揭多。